吃饭今天吃辣椒。皮蛋。虎皮鸡爪。就为了做那个鸡爪做了半天。还有我们的老坛发酵分装的美豆腐，它是这样的一盒，一盒有六个，它携带方便，到家直接吃。很细腻，这个还是麻辣味的好吃一些。
好香。来吧，这是我自己夹的，有点像吃那个叫啥呀，潮柿，你们想要吃大点的哈，就是拍这个，嗯，还有肉，嗯，太爽了！吃这种打包的火锅是最好吃的，感觉比当时在火锅店还要好吃些。太好了，这个葱头啊，这个也很好吃。我朋友他们都不让我打包，他们说全部是那素菜啊，没有啥打包的，打包起来他们说不好意思。我觉得没啥不好意思的，打包回来今天又是一顿美食。自己煮了点豆皮，我一个人吃啊，这么大一锅火锅，还有那个鸡，这个鸡也很好吃，还有肥肠，吃不赢。这个萝卜1块钱一份，昨天我走的时候应该还点一份萝卜来煮来打包吃了。